1919年到1929年之间，是日月潭水力发电计划的重要立基点。时任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社长的高木有之，除了被后人誉为台湾医学卫生之父，对于台湾早期电力系统也有其贡献。在这段期间内所完成的前置工程，都是为了日后的水力发电主体工程而建，包含提供施工电力的北山坑发电所、浊水发电所，以及运送建材和工程人员的交通工具。当年的工作者要抵达施工现场，得先为自己造桥铺路，但轻便车、台车只足以运送人员或物资。为了将其他重机械快速运到工区，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建造了台湾第一条电气铁道，以及连接纵贯铁路与工区的外车城线，也就是后来的台铁集集线。但仍然有坡度太大、电车无法抵达的偏远工区，于是又另外新建了索道流龙，从东埔到五界，甚至还有工人与轿子行走的轿道。绵密的交通网络说明了工程规模。同时间，发电机组器具也大致采购完成，甚至五界坝与五界引水隧道也动工了。依据当时日月潭水力发电工程技师长觉见墨子著作所提到，除前置工程以外的土木工程也已完工一成，因此即便后来停工多年，复工后也在这个基础上迅速进行其余主体工程。找到水资源只是发电的第一步，接下来土木技师们得解决人事问题。如此大规模的土木工程需要更细致的分工，并且要在有限的资金当中妥善运用工程设施与器具，维持安全稳固、良率高的施工品质，已不是引水发电四个字可以简单说明的事了。而1929年被后世尊称为台湾电力之父的松木干一郎，接任高木有之成为台湾电力株式会社第二任社长，带领日月潭水力发电工事复工及完工。之后更着手推动雾社水力发电计划与全台水力调查，提出另一项十年开发水力300,000千瓦计划，成立电气试验所，也是回顾日治时期台湾电力史不可不视的关键人物。为了提供电车与日月潭工程所需的电力，1919年，台湾电力株式会社便先运用前期大规模地理地质调查的资料，在现今国姓乡的北山村新建了一座小型水力发电厂，也就是北山坑发电所，利用埔里盆地西缘观音山下南港溪的溪水，经引水隧道将水导入国姓外盘庵与毛埔中间的断崖处，再利用拦水堤堰与压力钢管间的50公尺落差，带动水轮机发电。民国十年哦八月的时候，大沙电厂建好了后的时候，这个电才来送对蒙白潭发电公司用电。迄阵啊，发电量两部机日日济啦吼，啊发电量一部机才发到900,000瓦。两部机合起来都1800。1921年完工后，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将电拉到20公里外的鱼池一带，建立了台湾第一条电气化铁路，供应当时热闹的电艇、大型机器运作与建造隧道所需的电量。1945年改称为北山发电厂。又历经多次水灾而受损，在几度修复更新机组后，1999年与明潭发电厂合并，改称为明潭发电厂北山机组。在浊水溪流域，还有一座因为工程施工用电需求而新建的发电厂。与同时期另一项重要的国家基础建设计划乌山头水库与嘉南大郡有关，
为供应工程所需电力，1921年开始兴建浊水发电所，又称乌涂电厂或林内电厂。厂区坐落在浊水溪中游南岸，利用约15公尺水头落差，形成川流式水力发电。水源取自浊水溪和清水溪，利用云林农田水利会的取水设施，在第一、第二取水口取水后，河流于浊干线，部分水流就供给浊水发电厂。1923年2月完工启用，后来因为嘉南大浚紧接着完工，而台湾电力株式会社又急需要发电所，便由嘉南大浚组合让渡给台电会社。目前已被列为云林限定古迹的厂房，建筑形式为巴洛克式无梁柱无钢筋的砖墙结构体，特别之处在于整座发电厂所有的构造物及机组从日治时期至今几乎没有任何改建。三部发电机总装置容量为1500千瓦，发电后尾水又汇入浊干线，提供下游50000公顷农田灌溉。之后由于原机组老旧且效率偏低，并配合政府积极共同饮水计划及六轻工业用水分水工程的兴建，改由水源较丰富且水质较佳的南干渠取水。2003年7月，为了汰换老旧机组，台电公司在旧厂房旁另建一座新厂房，浊水机组更新为一部发电机，2011年3月商转至今。少有人知道，在南投县鱼池乡曾经有过台湾第一条电气铁道，比十大建设的电气化铁路足足早了半世纪。北山坑电厂新建的隔年，也就是1920年，为了运送五界引水道、五界坝及日月潭坝体工程所需的机具、材料、人员，开始兴建当时堪称全台最先进的电车铁道系统，总站就设在现今九族文化村大门附近的三块厝。一时间，工寮宿舍林立，人口激增，聚集城市。也因为当时整个鱼池乡只有这一带夜晚有电灯光亮，而曾被称为电艇。铁路每日早上8点发车到下午5点半。期间电车来来回回至少数十趟，附近的司马岸更因为是建筑部本部与宿舍所在，而成为颇具规模的城镇。不论是工程附属的制裁所、炭烧窑，或日常生活必需的医院、学校、邮局，甚至是娱乐方面的俱乐部、酒家、茶室，各种店铺都在1920到1921年间相继设立。从总站联络各个工区的电气铁道也在1921年完工，并向外延伸出3段主要路线。往东陆续经过司马岸、大林、霍坑部落，最后抵达东埔，也就是现今的埔里、麒麟里，还另外铺设一小段支线到隧道口附近。这段路线主要用来补给材料与隧道退土，往西则经过金天堂后方进入油水坑，最后沿着日月潭抵达潭边的北淡，也就是现今水社码头一带。另外还能透过延伸的索道流龙连接到水里的外车城。1922年吉吉支线铁道完工后，还能连接纵贯铁路。往北则是为了运送红砖而加开的支线，循着司马岸西侧的寻林路，绕过已经变成菜市场的鱼池国小，抵达新城村路高对岸的巷头地区，大概是现在三育基督学院的所在位置。同样也用索道流龙延伸到埔尾西床接薄砂石。这条铁道系统总长约80公里，几乎是台北到新竹间的距离，透过不同交通工具接薄，翻山越岭才能抵达工区的人员与物资，再度为电气工事的困难度与复杂度留下最佳例证。水力发电工程中，以土木工程占绝大部分，
其中又以拦水导水的硬体建设最为艰巨复杂。在日月潭水力发电工程计划中，最重要的就属五界坝，位置在南投县仁爱乡万峰到五界间，日月潭东北方约12公里处，主要拦截浊水溪主流及其支流万大溪的溪水，将水引进五界引水隧道，再送水到日月潭储蓄调节，最后导入发电厂发电。工程自1919年开始规划施工，并在此铺设施工便道、电动车轨道及索道，新建古材厂混凝土拌合厂以及运送混凝土的隧道等等。但1923年，日本发生关东大地震，包含五界坝与五界引水隧道在内的日月潭水力发电工程就此处于停工状态，一直到1931年复工。当时承包施工的为日本最大的营造公司鹿岛组，也就是鹿岛建设的前身。但从台湾《日日新报》的相关报道可知，五界工区工程内容繁复，鹿岛组在技术、材料、劳工与经营管理之外，也包办了大多数的工地问题。初期的施工环境并不理想，从埔里经过东埔的教道是当时工作人员前往五界工区的唯一道路。虽说是教道，但只有较高阶的主管和官员或是国外工程师才有轿子可以搭乘，工作人员只能步行，常常清晨从埔里出发，要到晚上才抵达五界。因此日本人曾用磁指卡来称呼五界岭，意思是爬过磁岭到达工地后就想要辞职了。有了索道流龙与电车道之后，由各地来往于五界的工作人员每日达100人次，整个坝体最后动用了将近30万人力才得以完成。而所包含的6个闸门，一副闸门就有113公吨，如何翻山越岭送达工区令人难以想象。又因为浊水溪的含沙量很大，为了延长五界坝的使用寿命，特别在坝体的左边设有3座排沙口。你看它水一进来的时候，在那里它会有一个迂回作用，那迂回作用的时候呢，就会产生沉沙的作用。那沉沙的作用以后，因为这边是没有出口的，所以日本人就设计了3个排洪洞，那1号水门是1个，2、3号共用1个，3、4号共用1个。那1号水门的排洪洞出去刚好是接续到浊水溪的它转弯的地方。那2、3号水门呢，它起到什么作用？2个水门的水下去的时候会有消能的作用，然后再送到浊水溪，因为对面就是浊水溪的岸。有一点90度，比较会冲刷到。那有消能了以后，再出去的时候呢，就水的那个冲击力就减少了，就不会去损害到对岸。啊，所以如果台风豪雨的时候呢，含沙量达到一个程度的时候，那我们就不取水，然后经由1、2、3、4、5个水门、3个排洪洞，把潜艇这个积沙全部排除掉，就像我们在洗碗一样哈。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制造品质较佳的混凝土骨材，必须在半山腰新建碎石厂，将两指山岩与山沙粉碎成粗细不一的骨材，再透过索道送到作业隧道内的混凝土拌合厂，制成混凝土之后，用倾卸车运送到距离堰堤所在的河床60公尺高的吊桥上，再倒入桥下的斜槽来为坝体浇制混凝土。五界碎石厂所供应的混凝土总量约为156000立方公尺，堪称是当时东亚最大的碎石厂，但也是最困难的工区。1934年6月，五界坝全部完工，6月15日关闭全部闸门，展开堰堤3亿立方尺的储水。6月18日早上打开取水口的治水门，五界引水隧道正式通水。五界引水隧道与五界坝同时开工，也同样历经8年的停工时期。原本计划迁就地表地势，施作导水隧道及明渠、暗渠等工程，
全长达20公里。1931年复工时，台湾电力株式会社提出修正计划，为了避免遭受洪水侵害，则几乎改为隧道结构，长度也缩短为15公里，其中包含8座无压引水隧道、3座明渠、4座暗渠、1座水桥。暗渠集中在九族文化村一带，部分明渠则位于鱼池乡东光村的向天郡，这也是五界引水隧道唯一外露之处。动工初期，隧道工程每天的工作进度仅有3公尺左右，如此推算得花10几年才能完工。为了提高效率，便透过精确的测量与设计开设七大工区，加上运用电气化铁道与索道，结果只花了3年工期就提早完工。日月潭工程复工期间，估计每天在各个工区工作的人数就有3-4千人，几乎等于施工区域附近的居民总和。在这漫长的岁月中，技师及工人们不仅要在崇山峻岭和大自然搏斗，忍受山区张力之气与致命的蚊虫叮咬，还要承担隧道工程的种种风险。殉职、罢工、逃工事件也是文明史不可抹灭的一部分。日月潭原为海拔约727公尺的天然湖泊，没有河流流入，原始潭水面积为5.75平方公里，集水面积约仅有15平方公里，因此日月潭水力发电计划便预计新建水设坝与投设坝，升高潭面以增加蓄水量，使得日月潭形成一座离槽水库。水设坝位于日月潭西侧的水尾溪畔，坝顶位于满水位上6尺，完工后作为公路使用。坝体总填土量高达63.48万立方公尺。投射坝则位于日月潭西南，靠近投射盆地低洼处。两座水坝在1934年完工后，使得日月潭全潭面积扩大为7.73平方公里，蓄水容量增加6.72倍。另外，为了适当排出过多的水量，还在水设坝右坝座建了外形为12角形的无闸门溢洪道。在日月潭满水时，将多余的水引入水尾溪放流。最后，在水设坝南方462公尺处建造了取水口，后接一条长约3公里的压力隧道，引水到门牌潭发电所，也就是现在的大观发电厂供给发电。门牌潭发电所透过总长约3000公尺的5根压力钢管，取用日月潭的蓄水发电，落差达320公尺。电厂装置传统灌厂水利机组于1919年开工，1934年完工发电，并更名为日月潭第一发电所。它后面这个哈是大观力厂，它总共有5部机，每一部机是22万千瓦小时，它是由1923年德国路易斯制造的。它是帕氏横走的动轮，现在有装置
有五台，装置容量是总共有110,000千瓦小时。启用时，总装置容量在全球名列前茅，是当时亚洲最大的发电厂。发电后的尾水再由引水隧道接往冲柜坝，然后流至水里坑发电所发电。1946年10月，由蒋介石取名为大关发电厂。1985年又改称为大关发电厂一厂，简称大关一厂。2001年被评选为台湾十大土木史迹。门牌潭发电所完工后，为了再次利用它的发电尾水，日本人在水里溪下游再建了一座水里坑发电所。1935年12月新工，1937年完工启用，并更名为日月潭第二发电所。经过4000多公尺长的引水隧道，先引入位于水里乡巨公村的冲柜坝蓄水。再透过2条压力钢管，并利用140公尺的落差，输送至水里坑发电所发电。1945年，二次大战末期，日月潭第一与第二发电所遭到美军2次大规模空袭轰炸，发电完全停摆。1946年10月战后，由陪同蒋中正视察日月潭电力设备的蒋宋美龄改名为巨工发电厂。大关发电厂与巨工发电厂修复后，成为国民政府来台初期全台供电的主力，为战后的台湾的经济发展贡献良多。至此，日治时期规划并施工的日月潭水力发电工程已全数完成，并于二战后交由国民政府继续开发。但在这段漫长的等待复工始建计划的岁月里，确实存在过令人钦佩的推动者与土木工程师，在他们还没成就伟大经典时，也和一般人一样得面对种种生存困境，并且在自己专精的领域贡献解决之方，为后来的人在将来可能面对类似问题时留下具有参考价值的经验与例证。因此，对于土木工程人员来说，作为史迹被保留下来的土木工程，并非要借着它的往日荣光来彰显建设价值，也并不为了特别赞扬某些时代的统治者。更重要的是，这些实实在在跟着文明史存活过的建设，经历过人们无数次的实践、失败、思考、再试验，也都承载着引领代代学习的使命感。